问题呀。前两天我发了一条视频，有人说我都要把虎虎给掐死呢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演示一下。首先两个小猫成虎虎的小头，然后用手按住下巴的地方，往后把小嘴伸出来，然后两个食指按住小头，往后。这就是你们视频看到的样子了，根本就不是掐他呀。你们与其担心虎虎宝宝被我给掐死，不如担心他被我给气死呢。